就我们要笑，拢无要紧。人你画一千块人笑，你看这搞的是安怎哦？人讲画一千块人笑，你笑啥？阿姊啊，你一千块我好不好？一千块给我得了。伊即摆是干贝鲍鱼的鱼翅片，这一只两斤半，这我出一只大概是700鱼。啊，七六五加七六五偌济？七六五加七六五偌济？千五对吧？唔免千五，唔免千二哦，一千就好。来，签啊，一个啊。我大概人问家因数字，伊也唔知，那有看手顶。哎，卖遐多顶。咱在你看啥，我嘛想问。千五，七六五加七六五偌济？你要收一个，伊有看手顶无？啊，我嘛唔知是啥物原因。哦，来，啊，迄个正钓了千五啊，哦，来，啊，恁听我讲哦。伊即鼎吼，我伫波浪时啊，就卖足好，就足济，来睇下佫贵个，有足济人过来甲我学一包个哦，毋是讲过年即阵卖只较好尔，即是过年前个三个月一包，我就卖足好，佫起，你鱼翅佮佮我无起，啊，即我话恁讲吼，今仔我讲真正，即两包一包两斤半，一包两斤半，我卖你两包五斤，卖恁千五只包，一斤嘛存三百，佮一个睇下了顶管，你听我讲个煞哦。今仔日你若甲我买千二千二拢唔免咯，你冰起来吼，咱过年有叫一礼拜，有一礼拜，我明要叫你逐工食侪吼，啊你冰起来，咱大家食，吼，安尼是七斤半，七斤半条七斤半咯，即条过来，你冰个大家食，吼，还是讲你有朋友无？有朋友，有亲情较好个无？那有你揢两包去送伊，你若要一千块一包卖袂？啊！你免阁考虑啊，全部金融三十五个了，一千块，一千块，一千块，不用考虑了，不用考虑了，一千块，一千啊！只要你送给你的亲戚，送给你的朋友，拢总会动，无只阁起来，我去打退钱，一千块几个字的，一千啊，一个啊！搞莫就起来，搞个话无啊！我来讲，今天送到你大家好友，你吃啊！上面一千块，一千啊！我来讲啊，你当个兵啊，家己大大享受啊！今仔日啊，只要你两边一千块的人家啊！就这箱尔，三个，今仔十二箱全部无啊！我来讲，三个，感谢支持，谢谢阿里阿东，感谢你，一只过来，一只过来，只要欢喜，一只过来，一只过你，唔免千五啊，总起啊，一千多，来一个啊，两个啊，三路，两个啊，来一个，我一个，几位阿伯，一千块还佫一千块还佫少一个，上面一千，来一千喽。三肉啊，这冰起来怎么样？两个啊，最后两位上面竟然没有了，一千，十二小片全部拿走。这钱也很重啊，最后冰起来，你莫干嘛这么济呢？拿好很重哦。除夕的前一天无聊，机车起来吃贵的，送给你上好的朋友，这条请你吃。啊，你的亲戚和你最好来，这条请你吃。啊，一点请你吃，啊，两点让我家己吃，安尼 OK 无？这无足济哦，一千块。来签咯。除非你若讲无兵、无玉、无钱、无食，你无搞咩，我无感觉安怎啊？一千块。来签咯。够要爱无？拢有啊，一定有小家庭吃袂了。你一千块，你吃咩啊？看会当去，对吧？你吃袂了，你买两包，我嘛不开算啊贵，四百了，小家庭。四百啊！看小家庭的四百，你让小家庭吃袂了无？四百了。四百。四百，左边那个咯。对吧？四百块，哪要吃？四百，四百。小家庭你吃不了，再搁一个，对吧？来，美女，美女，这个非常好吃，你一定要买，我不骗你。这包是我们热销产品，今天不骗你，四百。四百，四百还有人要吃吗？过来。比啊。四百够买起来不？边啊。走吧。我头前我这条路呢，四百啊，四百，四百，快走。美女。是啊，大包就等于一千的嘛，大包多的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四包来，四包啊，拿钱我先收啊，我们就是用退兵用啊，退兵用我收俩，点歌最最俩，过来一千十六包，两我收，就这简单，你莫该用我操，我大爷，我做好只啊，一千的嘛，拢有啊，我来讲，你提我的，你五包，十几包，最后五个人个你无咩歹势啊，来，准备掏几个两包的哦。四百先放，哎，四百，是不是两包？一百，对啊，两包，一百，一百，我包先买一包嘛，我包买一包啊，这两包，两包，那你现在找两包，掏钱我自家钱，我买两包了，两包，两包。我来接手啊！感谢你，老弟，我发到三百。这只鸡啊，全部过来哦。哦，不要多，一千的嘛，到六百，到我十只哦。你今来我这无买这只鸡啊，你怎白来？这只叫乌蒜头，干贝鸡上大只鸡，够无？你要吃这只乌蒜头，干贝鸡一只，卖讲餐厅煮八百、煮七百拢唔免。
金融三四五六七个人家买这只乌蒜头，干杯！给这只你过年哦，除夕的暗时，刚你给我通的，电哥给我吹的，爱姐卖，你卡钱八百，五百块你绝对买不只大只的鸡巴。你是哪个新的钱哦？三百块了。来三百块，乌蒜头干杯！今天是大只的三百块。我两个只乌蒜头干杯，给我三百。三百五几块啊？三百五这只上赞的啊！三百五。白鱼龙虾咯。有，白鱼龙虾就一家店，三百五够要吃无？美女才一只。大头一个来，黑蒜头的那个要不要吃一下？乌蒜头，乌蒜头的干贝鸡好，要求这干贝大粒的，这当然用我烧炉啊，汤头的干哦。来，够要卖无？最后三百五，三百五，三百五，三百五啊！三号够要吃无？三百五十，拢有了吗？都有了吗？以上都有了哈，谢谢，感谢你。我给你吃了，我来，我今麦要画一个面给你吃。该你个拖住个，拖住，应该是只会顶管理啊。你话你冇样用着啊？迄个，你叫买物件，你耳仔泡会注意听。这边哦，这边就真正，这边就爱，这边就不好搞啊。因为咱这个毛病之心哦，心本就贵，真不好活。啊，进去了，你看这偌水啊！这啥物？啥物情况？在做生意的，是啊。上班时啊，都在上班时啊，我知啦。做生意。帅哥，你要上班啊？做生意，我先可以好不好？后边帮我叫一下，做生意我先。你够人知这地叫什么鱼？够人知？有人知这什么鱼啊？无？这条成本足贵啊！我见人我看看卖啊，够人知？有人知这什么鱼无？啊？帅哥，你讲啥？鱼啊，你钓到啊！我来跟你讲，你钓到啊！伊真正钓到啊！我讲真正，伊真正钓到，这条就是鱼啊！你真的猜到了，这条超多鱼啊！你卡位啊！我马上这鱼啊，你乱啦！这搞笑的、啊，大英，你让你赶快来搞笑的、啊！哎、欸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要食这只土鱼，我卖给你开伤侪钱啊！我来讲三千两千，你买袂落啦！你去鱼港切一只土鱼，看偌济啊！等下我这条货咧，你若要买，就要搞收严真的人家，你钱唔免落我，你讨这你的钱啊！恁在座伫我面前这人家，恁大家包括我，包括因啊，赚的每一分拢是辛苦钱。所以这条你若要收严真，你唔好摕你的辛苦钱来买哦。这条当然你也要进米酒来蒸，拢袂当白条盐哦。吼，然后食到一家你的标准，今仔要食土鱼，要冒一千五。多少钱好啊？拖住你要吃的人家，我来讲，花三千，花两千，花你千五，拢装修起来。爱吃拖住的，一千五啊！一千六先啊！有人要吃土头鱼的无？一千块给我。一千六，一千三要吃拖住。这猪头，猪顶管水到下底啊，对了。一千块上面吃一千，一千啊！是恁两个拍底，全部拍好平平平，一千块，唔免拍成远啊！我阿公这边，我希望恁全部人家拢买着。只要你辛苦有一千块的人家，我麻烦你，今仔一定爱我。你今仔普通时无我拢算啦，今仔日你一定爱我。那地就是拢遮水，成本很贵哦，进米就来钱啦。来啊，哥哥，金融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人家有够啊！我这条搁送你。一千块上面吃，一千啊！这条够，一千块人买来无？拖出去啊！大家都水看咧，老一扣扣，一千个人来拖出个毛病。一千啊！一千五了。今仔日你若加起一千个人客啦，来啦，一条够你啦，吃欢喜啊，一千来啦。一千啊！一千块上面吃拖出去，这条老啊，一块钱，一千上面吃土托鱼。一千啊！一千块人买来无？一千啊！这条够。最后一箱。来，后边把你这纸箱啊，塞塞去边啊，我无一直翘起，拼袂起啊。金融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十个人家买着了，全部十个客人丢钱了，一千块人买有无？一千哦，千啊！嚯，你三箱套拢只输，结果你这个来接你收后边。三千块上面，咩？一千块上面只咪三千，歹势。还是讲唔对，不好意思。啊，先甲大家讲一下，赶快你句话，新年快乐，吼、哦，新年快乐。哦，又过来后礼拜五我就无怪啊嘛，吼、哦，过来我看到你的时候，或许是过年后啊。哦，我感谢在座所有人家对咱这间这个团队啊只支持，吼、哦，我甲你讲感谢，吼、哦，感谢恁的支持。啊，不过恁今日这个嘛是爱钱哦，一千五。来一个啊！金融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人家了，这票你若无一千五块人家，我送你两亿，我让你后悔。来，算你搞过去，卖了。千啊！算你过去。来千哦，一个。算你过去。千啊！
今仔日我这全部个人来咧，我会当坦白甲你讲，我今仔中午早二十收来，是安怎我会早二十收遮济？因为我拜二伫城头见面画一个雪梨画了，我才十收尔，一届画了拢袂错，我今仔增加到二十收，我遐两收接过两收，你耳仔泡起目睭叫来看。这是个人来的鳕鱼，这不是阿斯巴拉的鳕鱼，这是白球队的鳕鱼。这一斤菜市要破三十五一种鳕鱼，我来讲给你听。今仔你若加价一千块，我人家这块鳕鱼才大块，小弟也无卖干贵的货。来一斤，来一斤哦。我现在做什么？红色的台啊，赶紧啊，这块给你啊。啊无我，我今仔你无看到这内底几块？我跟你讲啊，一千块你钱给我，这块给你。来一千啊！这块给你。来一千啊！来一千。一千块上面钱。一千块块就来捞一个，一千哦，来一千啊，一个哟。一千块块哪边来无？这条你啊，这条你掏钱，加一掏钱。两个啊，其他今日啊加起一千块外人客啊。有啊，我搁加一点雪梨给你，这条够你一千块外了。一千啊，一千块，阿你免考虑啊吧。一千啊，这条够你一千块搁少一个。两个，一千块这条够来啊，吼，这条够你，这条够你，这条够你来收个。最后搁一个客气。一千啦！来两个大个啊！收钱，讲有啊吼！今仔日我这鱼啊、河鱼啊，拢要恁全部吃欢喜。来，你说你个毛病毛病，我今仔无按算要再回上来啦吼！哎呀，无按算说你个毛病，这大地方遮粗，你去菜市啊，切一几块说你看下，切你几块土地看下，你今仔加价一千啊，这个一千嘛收啥？来三个，这条个大你一千五，我咧讲你。一千五，天啊！你乖乖吧，你有一千五。天啊！我冇个，还三个。我来讲啊，我要招这边两个，一千五。来一千。